很好。我原以为自己要做的事简单至极，甚至不值得反复思虑，但或许这个世界有机会让真正的星星俯首降心，然后比肩诸神。哦，我想到了。欢迎来到琥珀街。别看现在不怎么热闹，想当初这里还能被称作景点的时候，名头可响着呢。啊，忘记问了，肚子饿吗？要不要带你们去吃点东西？我也很久没有经过地主之谊了，咱这里的风味可是相当地道，放在其他什么地方，那可能都是失传的手艺。看到那边的招牌没？当初要不是几位累世单传的大师傅一起留在了这边，这些手艺可就要绝迹了。在外面准能说一句别无分号，保证你们没尝过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是先向附近的人打听一下科拉利和赫利亚的消息吧。哦，你想让他俩也尝尝？如果从找到人了才能一起吃饭的角度来说，倒也没错。嗨，那好说，横竖我也要四处跑跑。是危急的事情吗？嗯哼，危急可不是什么天天都见得着的事儿，我得先去通知那些消息不灵通的家伙才行。正好顺便帮你们打听打听朋友的下落，两边都不耽误。哎呀，你们人生地不熟的，就这么被丢在这里，我也放不下心呀。看起来也只能这样了。希娜，你觉得好吧。不过松雀小姐，之后我也想找你聊一聊如何回去的事，毕竟一直停留在这里还是会让其他人为我担心。回去啊？成，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要是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咱也早就不在这儿了。当然啦，相逢就是缘嘛，能帮得上的咱一定尽力。这周的大作业是不是还没有交？对于外面的，好久不见啊，叔，您得有一阵子没参加过围棋了吧？这次的就快开始了，不管用不用得上，总还是备着些更好。是啊，和这东西斗了一辈子，要是有的选，倒也不想他依赖的。瞧你说的，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有时候学学咱也不赖。要说跌落谷底，恐怕没人比咱还合适了吧。
因为当初你也并未真正身处其中，而我是在灯熄灭后才的确成为了一个无用之人。也别这么说嘛。哎，好了，不提过去的伤心事了，这次的危急算您一个。算上我吧。不过我心中的确不剩多少恐惧就是了。嗨，反正您这生意也维持得住，就当未雨绸缪呗。对了，您在这附近有见着外乡人吗？这里怎么可能出现外乡人？没见过没见过，我现在很少四处溜达不假，你可别一惊一乍的来骗我。哎呀，这回真没骗您。不过具体的事儿咱也没弄明白，兴许是搞错了呢。没事儿，咱再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。刚才那位是你的熟人？嗨，琥珀街这地界哪有咱不熟的。但别看咱逢人都喊句叔叔婶婶，只有这位才货真价实算是咱的长辈。你是说他也和你一样活了几百年吗？至少150年吧。哎，当然这种人不多就是了，不然郎秋早就得人满为患了。但据说他和咱不一样，是用了什么代价不菲的技术。具体怎么回事咱就也不清楚了，再怎么说也不是一个路子嘛。哎呀，扯远了，既然他不知道外乡人的事儿，咱还是去别的地方打听打听吧。山巅一寺一壶酒。松雀大师。阿姨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真好看。阿姨的眼睛亮。阿姨的眼睛亮，再见了。好像只有我总是被路边的猫咪碰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，世界泡或许也只是一个盆景。是去买点心还是去吃碗面条呢？总之实在不想这么早去钟表行上班啊。你看我做什么？难不成我脸上是刻着表盘吗？不过你来得正好，不如帮我想想等会去干点什么。真没意思。算了，我再好好想想吧。要去哪里呢？有时候。还这么见外呀？没什么，家里的东西已经有点不够用了。还这么见外呀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维吉的事情。要不说赶早不如赶巧呢，就今天了，别急。太好了。你家还有别的麻烦？也没有了，就是松雀大师可不可以再去劝劝爸爸？劝？哦，叔叔他还是不愿意用从维吉得到的物件啊。
再这样下去，他会不会饿死啊？这样啊，也就是说，他还是在琥珀街外面守着自己的那亩地，非得自食其力不可？嗯，妈妈总是在劝他，可是，成，放心吧，咱会去再看看的。别怕，说服别人那是咱的看家本事。嗯，好奇怪啊，松雀大师，我真的很害怕爸爸死掉，但是如果我知道他不会死，是不是就没办法参加危机了？那样的话，我和爸爸还是会……我有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想了。这……哎，没事儿。除此以外，以后会让你害怕的事情还多着呢，比如说……琥珀街来了一群可怕的外乡人。外乡人吗？我们这里可怕吧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对不住啦，那孩子看起来不大好，就多嘱咐了他几句。没关系，他看起来的确有很多苦衷，不过从你们刚才的说法来看，所谓的危急该不会是……嗯哼，就是用自己的恐惧和影子做生意，所以那孩子才会害怕自己没有可恐惧的东西。咱之前也说过吧，讨生活哪有心甘情愿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事事都恐惧那也没法过日子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咱以前过苦日子的时候，别人就是这么安慰咱的。艾米丽，等她长大后说不准也会这样去安慰别人。啊，咱今天怎么总是扯些无关紧要的？哼，还是先走着吧，处在这里也做不了任何事嘛。哦，那家伙果然开张了吗？正好，他的消息可灵通得很。可惜这里纸太小，记不下。哎呀，咱就知道你最会挑时候。又开张啦？哪里，这不是靠您的本事才能混口饭吃，可别取笑我了，在下也并非什么黑心掮客呀。哼哼，我也听他们说过，你就是对艺术大戏偏执了些，价格还是很公道的。当然，越是投机取巧越不能引人记恨呢，这也是向大师您学来的呀。得，也就只有你还会对我说这些恭维话了。对了，有在琥珀街见到什么生面孔吗？算是我的客人，但似乎是走丢了。生面孔？那倒不见得有，不过抢生意的人嘛，那就……抢生意？破天荒头一遭，说是有两位姑娘在附近支了个流动摊位，而且和我一样是做些为他人的恐惧添水施肥之类的买卖。啊，有这种事啊？真有，不过想必他们倒也听过在下的威名，行事颇为谨慎，在下一心想要捧场，却从来没在附近见着过。行了，你这性子还真是一点没变，又阴阳怪气起来了。成，这事儿咱帮你办妥，只是你要是比咱先一步见着他们，可不许找他们麻烦。这又是……哦，咱狼丘除了衣食和野外的怪物，倒也没什么值得担惊受怕的。到了危急的时候，总有街坊拿不出什么恐惧来做生意，所以也就有了他这种人啦。他会想方设法让人们感到害怕，然后等危急之后再从中抽成。难怪他说自己是投机取巧。倒也不尽然，比起不劳而获，他其实对琢磨手段更感兴趣。如果你们要在咱这里住一段时间，兴许还要和他打交道呢。不过言归正传，怎么说，你们要找的朋友有可能是他讲的两位姑娘吗？倒是有可能。那就得嘞，走走走，
看大家的样子，危急的正式开场也推迟不了多久，咱得尽早把手上的要紧事了了才行。这周的大作业是不是还没有交？轻浮的风也是知觉的一部分。放心吧，你是 A 级女武神，做这种事还不是小菜一碟。可是克拉丽，比起能不能做到，我们更应该考虑应不应该做才对吧？克拉丽，赫利亚，你们这是寻梦者哟，来生意了，赫利亚。哎，你怎么还当起真来了？显而易见，免费的飞刀挑战，他会站在那块板子面前，你想怎么丢就怎么丢，唯一的要求，你必须先把眼睛蒙上。别听他胡说八道了，你没事就好。寻梦者，你也有遇到那些和影子有关的怪物吗？嗯，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被缠住了，还好遇到了我身边的这位朋友，当然也找到了希娜，所以没什么大碍。也是他把我们带到琥珀街来的。朋友？哈哈哈，不用见外，叫咱松雀就成。两位看着还真是气度不凡呢，当差的地方想必不一般吧？嗯，赫利亚的 A 级女武神经验很丰富。克拉丽，算了，这么说来，希娜迪亚呢？你们不是说找到她了吗？话虽如此，我们怎么两个？要不你先咽下去再说。果然是你们啊，我刚刚听人说这边有个小矮子在做生意，结果还真没错。很好，我们绝交吧。嗯，克拉丽的幽默感果然很与众不同呢。希娜，你怀里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？别人送我的呀，大概因为我招人喜欢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你们本来是在玩什么啊？看着挺有趣的嘛。显而易见，免费的飞。够了够了，别再重复一遍了。无论如何，大家重新汇合，精神也还不错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山重水复，皆大欢喜，恭喜各位啦。不过要是咱准备扫兴的话，是不是就得趁现在啦？不然董夏要被怪罪了。倒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得失陪一下。如前所说，咱也得为了危急做些准备，再耽误下去可了不得，就是还没来得及招待你们，千万别见怪啊。别客气啊，你带着我们认了这么多路，我们道谢还来不及呢。哎，总归是招待不周嘛。成，那你们正好叙叙旧，我去去就回。你们已经这么要好了吗？人家好客，礼尚往来嘛。所以你们两个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快就开始在这边做生意了？准确来说，这的确也属于科学考察。被卷进来之后，我和克拉丽很快就汇合了，我们之间的通讯器在这里也能使用，算是意外之喜。于是在确认了这里作为世界炮的性质后，我们开始在附近勘测生命信号，试着找到你们。没想到却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。当地的居民还算友善，而且对世界炮之外的旅客似乎也并不惊讶，所以克拉丽想对这里进行一定程度的考察。嗯，对考察工作来说，意外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还记得那些把我们卷入其中的黑色物质吗？在这里它是一种近似于货币的存在。据说通过一种被称为危急的仪式，人们的恐惧会由一个神神秘秘的家伙加以回收，而在仪式结束之后，他们就能够应有尽有。似乎是这样，所以克拉丽提议先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里，收集一些恐惧来试试看，
也就是你们见到的这个摊位。那成果怎么样？很顺利，这种飞刀对赫利亚来说毫无威胁，想躲过去轻而易举。但居民们当然不知道地球的女武神有这么厉害，所以在尝试投掷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吓得双手发抖，没有一个敢真的出手。你们很有商业头脑嘛。倒也没什么用，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恐惧，想要真正见到结果还是得等到危机开始才行。所以你们打听过那个进行危机的人吗？问过，但没什么参考价值。提到这个话题，我们遇到的人总会带上一种很难形容的神情，说是讨厌又太轻，说是憎恶又太重。那他们是怎么形容的？如同一座魔山那样肥胖而又泥泞，如同一只狐狸那样狡诈而又恶毒。啊？怎么了吗？那他现在减肥还挺成功的嘛。你见过？那当然了，你明明也见过嘛。烧云不归山，淋雨成川泽，湖白足浴东，烟念无一客。魔山和狐狸不都齐了？走走走，我们直接去找他。土之属武，能容坐孤积虚。坐孤积虚，招！搞定了，今天咱还要跑很多客户呢，就不多留了。啊，走之前咱还是多嘴提醒一句，影子可不是什么能存下的家当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自己散掉了。哪怕想省着点用，也先把他们换成实实在在的东西再说，落袋为安嘛。你们来啦。哎呦，抱歉抱歉，本来正要去找你们的，结果被邻居拦住了。哎，危急拖得太久，大家都有点着急了。所以你就是那个负责危急的人？哎，嘿嘿，虽然没明说，但我也没有刻意瞒着各位吧，毕竟拿得出手的事情也就那么几样，还是想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卖弄。我果然没猜错，虽然和和气气没什么架子，但你其实是个大人物嘛。哪有，咱也是狐假虎威罢了。想要和影子做生意，还是得仰仗他呀，其貌不扬是吧？但其实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法退了，很了不得的。一开始的时候恐怕没什么差别，如今嘛就太钝了些。嗨，什么物件搁太久了不都会这样吗？也就是说，我的那一个也有机会变回过去的样子，甚至也能进行危机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睡着和死掉还是有所不同的。不过你真要有兴致啊，朝这个方向努力倒也无妨。当然，真要在这条街里找拿那些影子有法子的人，可一个都没有了。不会吧，连你也不行？这个嘛，只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收集恐惧看来确有其事。克拉丽，这会是量子之海的什么转换机制吗？我更倾向于这里对恐惧的定义有所不同。没什么不同吧，就是字面意思，只要你确实感到了害怕，那它就能被取出来。至于其中的门道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只不过是照搬祖宗之法罢了。那反过来说，危急的执行者其实是谁都可以？嗨，除了迫不得已
一般人哪乐意和影子打交道呀？外面什么光景，你们不是也见过了吗？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也还是觉得影子和脏东西没什么两样。就连咱自己，也是两三个月才跑这么一趟。平时嘛，还是干些咱自己的事儿，卜卦占梦，看相望坟，勉强混口饭吃。原来如此，宗教是自然法则的人类化，而巫术是人类行为的自然化。自从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起，这位就喜欢说这些让人半懂不懂的了。那反正危急还差着不少人呢，要不你们跟着我一起去瞧瞧，要是遇上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，就没有那么神神叨叨了，说不定他们还会再顺手送我们一点土特产。这就因人而异了吧。解决了就好，我不太擅长这个，记录在行动日志里吧。开箱寻宝，多多益善。除了我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？嗯，那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在我家附近也有家店用着类似的标志，大概只是巧合。哦，这样啊，应该没人看见，藏起来好了。除了我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你要去哪里？师父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呢？他明明答应我会按时上班的。对了，大姐姐，请问你见过我的师父吗？大姐姐，大姐姐，这样啊。这就结束了吗？应该没人看见，藏起来好了。应该没人看见，藏起来好了。来了来了，等着急了吧？马上就不会再害怕了。看上去似乎没什么特殊之处。别急嘛，凡事都讲究个起承转合，现在这才哪儿到哪儿呀。这一次似乎比之前快了很多。当然啊，虽然听起来不合情理，但年纪越轻害怕的东西也越少，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嘛。而危急的关键事实上在于，哎，对，慢慢来慢慢来。
蛮有天分的嘛，以后说不定可以当咱的徒弟。你走开啦，松雀奶奶。妈妈说，除了除了这时候，都不要和你说话。这样啊，也是，今时不同往日了嘛。各位，这就是围棋啦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亲自试试？难道这也是一种我还没有见过的根源物质的表现形式吗？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对，还是先不要这么草率地做出判断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也对，还从没有外人见过咱狼丘是怎么做生意的，吃惊血也正常啊。不，我只是在想给自己变些什么东西出来。唉，难道你对什么东西都不会感到意外吗？意外当然意外了，但关键是有趣嘛。所以不管什么东西都能用影子变出来吗？松雀奶奶。喂，你就别用那个名字叫我了吧。唉，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从影子里变出来，比如连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东西，那就不行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这条街道上的店铺，他们售卖的都是某种技巧，与原材料无关。看来你还没有注意到，在这里你或许能找到餐厅，但却没有任何一家售卖蔬菜、面粉或者大米的店铺。我原本认为这里有某种特殊的供货途径，但现在看来，那只是因为他们应有尽有而已。没错啊，这100多年咱都是这么过来的。虽然不知道你们那边具体什么行情，但在如今的狼丘，过去价值连城的金银财宝，现在也只能用来给孩子们打水漂，除非它是件艺术品，融入了珍贵的手艺和巧思。也就是说，按照这里的经济体系，人只需要感到恐惧并及时提取它，就能衣食无忧。克拉丽，你怎么看？这完全不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任何规律吧。的确很奇怪，神的国度同时也是绝望的国度，虽然并不是一个意思，但用来描述这里倒是很合适。据说在地球附近也出现过许愿能够成真的世界炮，但我并没有具体了解过，而且应该也没办法直接应用于日常生活。不过从仪器读数来看，这些影子倒也算是崩坏能的一种巨线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炮的人们不仅可以和崩坏和谐共生，还把它变成了能够置换万物的永动机，这合理吗？废话，当然不合理。然而换个角度来看，无论这些事情蹊跷在哪里，它都能让我们的火星探索之旅收获更多意料之外的价值。推而广之，我们未曾了解的那位寻梦者的家乡也不例外啊。寻梦者，你的目标还是先设法返回自己的家乡，这一点没错吧？是没错啊，如果有可能，我当然想先回去一趟，别让一直找我的人太过担心。那看来我们还是继续结伴同行更有效率。的确如此。同行？几位不会是不打算留下来坐坐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是不是我跑来跑去的没招待好你们啊？你误会了，我们对狼丘很有兴趣，只不过我们是外来者，当然要设法恢复我们与外界之间的联络。如果的确无法联络我们的基地，能联络到寻梦者的家乡也很有帮助。你怎么看，希纳迪亚？只要事情有意思，我当然无所谓了。不过最好两边来来回回都可以探索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琢磨到底要用影子变点什么出来啊，说不定还能当个中间商赚点差价。倒不是扫各位的兴，咱也说过，咱都有100年没法离开这个小小世界了。以咱的了解，去外面的通路的确有那么一条，可是从来没人打开过它，又或者也可以说打开它的机会已经被错过了。各位要是想去看看，咱当然也不推脱，不过作为预期管理的一环，丑话还是得说在前头。没关系啊，如果我们运气不错，兴许就直接帮你们打通和外界之间的联系了。而就算运气差了一点，
早日抛掉幻想也是好事一桩嘛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随时都成，也就是在走段路而已，费不了多少功夫。嗯，不过咱这边也确实讲究个先来后到，有桩急事咱还是得先料理好，毕竟已经答应下来了，反正都是顺路。要不先等我处理完这件急事，大家再研究怎么离开狼丘的问题，如何？急事？你当时不是看着咱答应下来的吗？已经忘了？哎，说不准咱还需要你帮点忙呢，嘿嘿。除了我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你要去哪里？不要和松雀奶奶说话。除了我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你要去哪里？除了我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。是去买点心啊？嗯，不过你来的正好。嗯，这要找点事。除了我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？尽快解决吧。啊，好。好久不见啊，曼格雷叔。你来干什么？嗨，咱这不是……哎，咱也想回到古时候去，不过日子还是得过嘛。咱这不是听艾米丽说你又对围棋有想法了，特意过来瞧瞧嘛。用影子变出来的和地里种的又没什么两样，何必呢？艾米丽是之前那个害怕爸爸会死的小女孩吗？所以她就是……你应该也知道，我信不过的从来不是影子，就算她曾经是头猛兽，也早就被你们这些……不，也早就被他们那几位驯服过了。我信不过的是你，还有那把妖物，原因你心知肚明。咱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啦。这不，今天带了位你信得过的朋友来喽。寻梦者，轮到你出手了。啊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，你手里的那一把法器虽然钝了不少，但毕竟还是弃用，努努力当然也能完成一场危机，如今情势如此，你索性试试看如何？除去助人为乐，也有很多其他妙处呢。怎么，神棍终于开始收学徒了？前些年不还说不可轻传吗？这不也是为了给老人家行方便吗？大概也方便他抓人替他打工。瞧你这话说的。放心，这次过后指不定你就喜欢上危机了呢。哦，那我以后只要和寻梦者打好关系就不成饿肚子了。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哎，这不是有我在吗？来，狼丘缓缓。哎，倒也不用一模一样啦，口诀什么的那都是包装，看，这不就成了。
来了。嘿，喂，哦，我来搞定，蓄能完毕，逃不掉了，不逃，真的把打爆。呀吼，一鼓作气出发。跑起来了，大家要跟上啊，前方的敌人就尽管交给我吧。一鼓作气出发。咻咻，大家要跟上啊。嘿，哼，好，哼，时机正好，打靶时间，别客气。是这边吗？你在那别动，五四一，空中接力，别，走你，我来搞定，锁定目标，别走神了，头伸过来，引擎，点火，呀吼。闪电救火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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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呼！时机正好，蓄能完毕，逃不掉了，别客气，不逃，真的，五四一，空中接力，嘿，呜，别，走你，我来搞定，锁定目标。出发吧，徒步行军也是日常健身的一环。是这边吗？又到我了，交给我吧。一鼓作气出发。跑起来了。大家要跟上啊。一鼓作气出发。
利亚抵达目标位置，出发吧。这仰头伸过来，五四一，呀吼，看招，咻，别，走你，哟，呀，嗨，特，我来搞定，打靶时间，到此为止。嘿，是这边吗？站那别动，引擎，点火，加足马力，撞过去。喂，空中接力，嗨。时机正好，锁定目标，逃不掉了，别客气，不逃，真打，呀吼，希纳迪亚保证完成任务，跑起来了。希纳迪亚正在接近目标。嘿，嘿，嘿，呀，一起上吧，搭档。久等了，看招，希纳。别，天罚时刻，引擎奔涌吧，星辰的铁流。留在那别动。哎。呀，时机正好，倒计时，是这边吗？出发吧。无论何时都要保持警惕。你会喜欢的，来不及了，交给我吧。不疼，真的，随时待命。这，打靶时间，逃不掉了，交给我吧。好，闪电就位。来吧，嗨，哒，走你，一股发。希纳迪亚保证完成任务，跑起来了。呀，来吧，嗨，特，别，呜呼，我来搞定，蓄能完毕，到此为止，倒计时，不疼，真的。火力突击，打靶时间，别走神了，你在那别动，吧嗒嘣嘣，空中接力，哟，你来吧，别，呜呼，我来搞定，蓄能完毕，到此为止，不疼，真的。
利亚抵达目标位置。出发吧，记录在行动日志里吧。这附近有适合埋伏的地方吗？是这边吗？解决了就好，我不太擅长这个。交给我吧。走这边，不要掉队啊。希纳迪亚正在接近目标，跑起来了。我来搞定，蓄能完毕，到此为止。你站那别动，引擎点火，呀吼，来吧，走你，时机正好。徒步行军也是日常健身的一环。是这边吗？是这边吗？无论何时都要保持警惕。是这边吗？出发吧。是这边吗？出发吧。记录在行动日志里吧。是这边吗？徒步行军也是日常健身的一环。出发吧。无论何时都要保持警惕。打靶时间，逃不掉了，倒计时，空中接力，看招，别呼呼，好呀，你火力突击，锁定目标，别走神了，倒计时，不疼，真的吧，打爆呀吼，来吧，走你，随时待命，
出发吧。交给我吧。大家要跟上啊。前方的敌人就尽管交给我吧，随时待命。又到我了，交给我吧。那物资也一道帮您换好了。所以他也有他们身上的资质？那应该不至于，毕竟还是靠弃用的本事，只是出口不同。不过对你来说，这下能放心用了吧？这个嘛，再说吧。陌生人，能问问你的名字吗？我之后说不定也有别的事情想拜托你。明明是在做一样的事，为什么换了一个人他就这么客气了？这位松雀究竟……曼格雷说，你还没放弃吗？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人了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哼，你用不着吐费口舌，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你们一样在别人的尸体上生活的心安理得。他们曾经也是人，所以也一定会有人能再次成为他们，而且和那也没什么关系。无论如何，他手中的这种才能被称作器用。至于你倚仗的那把妖物，哎呦，瞧我这脑子，还有要紧事得办呢。曼格雷说先告辞了，你吃好喝好啊。走走走，快溜快溜。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曼格雷说还是这副脾气啊。所以他这是怎么了？似乎还提到了别的什么人。倒也不瞒你们，但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，等之后坐下来招待你们的时候，我们再慢慢谈也不迟。不过寻梦者，你还真是有两下子，我第一次拿到器用的时候使得可比你差多了，说不准你很快就会在狼丘成为咱这样的名人呢。对呀、啊、咱身上的担子也能倾斜，你也能得些好处。嗯，两全其美，两全其美呢。很高兴能帮上忙。扯远了，咱还是先给你们带路吧。对了，一直拿着也太沉了些，反正接下来也不是去危急，也不用拎着你跑来跑去吧。要不就先委屈你一下。好啦，出发吧。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冒险呢？一鼓作气，出发！希纳迪亚正在接近目标。大家要跟上啊！对了，之前我就想问了，那边的瀑布、河流也全都是影子吗？当然，这儿的人们都称呼它影坛嘛。而且可不单单如此，事实上关于你们刚才见到的一切，它都可以被称作源流，就像是日月这种存在。不过记得别靠得太近哦，
如果真跌进去，就算是我，多半也要被淹死。嗯，风景不错。哎，要出发吗？跑起来了。大家要跟上啊！跑起来了！大家要跟上啊！一鼓作气，出发！等等，那不会是……一鼓作气，出发！一鼓作气，出发！瞧，各位，就是他了。这，末日之矛，怎么可能？寻梦者，你难道见过他？是啊，在我的家乡，他可是独一无二的文物，所以，他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通路吗？至少按咱听过的说法是这样，但现在他和废铁也没什么两样，不然咱也早就溜之大吉喽。哎，在你的家乡，他该不会还有别的用法？我们倒是没人觉得他和世界之间的通路有关。在我的家乡，大家把末日之矛看作来自星空的馈赠，就像他所展现出的外形那样，因大崩坏而残损不堪的世界，是因为他的存在才得以被锚定，不至于彻底沉默，化为数据之海当中的残渣。这不还是通路的意思吗？虽然不知道这东西究竟有多少个，但既然这里也有，那里也有，而且还异常稳定，那我们只要顺着锚的铁链爬上去，不就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？很好，虽然完全没有参考价值，但至少这次你的逻辑更接近正常人了。哪里没有参考价值了？哎，来来来，让我试试看。从之前星之环之类的事情来看，说不准对于来历不明的东西，我就是有应对他们的天赋呢。你认真的？这么多年来，咱都不知道试过多少次了。存在于我家乡的末日之矛，也是在空中孤独地悬浮了上百年，直到最近被一栋摩天大楼囊括进自己的顶层。不过，松雀小姐，或许我认识你的时间要比我们想象中更早。你说过了，在幻梦里嘛。不，我是想说，我想起了些自己故乡的历史故事。虽然我过去没有留意那个故事中的名字，但反过来说，在松雀你的记忆里，狼丘是不是曾经与另一个世界同为一体？哎，你怎么这……不是吧？虽然我的了解很浅薄，但一些人以脱离自己的世界为代价，帮助我们度过大崩坏。这类故事时至今日还在我的家乡时不时被人传颂。之前在琥珀街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一块招牌，而在我的家乡，同样的招牌也被另一个老字号一直使用着。当时我还认为只是巧合而已，但再加上末日之等等，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成功了。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这还算是正常现象不？当时我还认为只是巧合而已。
保证，我只是碰了他一下而已。最多两下。你究竟怎么办到的？所以呢？这一切究竟又有什么意义？哎呀，还真是要急死人了。狼丘和欧夏原本就是同一个世界，他们怎么到了这时候才注意到？不过，我也终于理解你的意思了。关于这一切在时间上的特殊性，也难怪你也会露出这种束手无策的表情。之前向你进行必要的自我介绍，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种时候取笑我呀。啊，你还说呢，绕了这么大的圈子，归根结底你就是想让我在你的梦里欣赏别人的梦中梦，不提那个偶然催生了三位一体的寻梦者，至少对你我而言，这种梦并没有什么意义吧。你总不会真以为自己活在一本词典里。你好像略微误会了。我只是想让不同的变数能够在未来以一种尽可能温和的方式见面，如同意志之于表象，如同你之于我，也如同他们之于自己的世界。所以这到底是什么通路啊？怎么看也不像吧。李托叔，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。如果是的话，他通向哪儿？孤独、苦痛、茫然无措。得听着更不对劲了。于我而言，或许还更糟。他之所以屹立于此，正是为了告知我等仅仅存在也是受人恩准，这也是我希望你踏入其中的理由。即使你难以负担，但自由的确是你应有之物，而不是像我这般终此一生只寻一死。别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可不是那块料啊。这种事灯姐之类的更合适吧。不，在所有树中仅有你合适。我知晓你的渊源，只要他们具有性格，他们就能被了解。只要他们能被了解，他们就能被欺骗。只要他们能被欺骗，你就能欺骗他们。这座城外面才是你的归处。更何况还有另一个原因，比我刚才说的这些要清楚明白得多。哈，瞧您说的。李托斯特说，别把原因告诉我好吗？我都明白，但我不想听你亲口说出来。就这一次，哄哄我得了，可以吗？哪怕仅仅一次，你见过我有所欺瞒吗？我就直说了吧，你没有资格与我等同列，也没有资格与我等一同犯下弥天之罪。
我被丢下了吗？这难道和海渊城那里的要来不及了？等等，请留步吧，小姑娘，你想死在那里吗？啊，谁？没关系，我倒是有耐心等你看够了再说。这世界上有太多不够引人注目的事情，比如说这条通路在今天也不是第一次才被打开。不过我们不是早就见过面了吗？老师外出的还真是时候，不过还好，比起之前的几次，眼下的情况倒也谈不上紧急。2825, 2829, 3011。2825, 2829, 3011。2829, 3011。无存之疑，世界之心。哎，是不是应该让松雀研究一下星之环？听起来就像占卜嘛。另一个我的过去啊，我也很想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不过不知道也不要紧吧。上次那个空中跑酷的视频还是多亏了你的那台无人机，不然我肯定拍不好。个人的一小步，人类的一大步。如果去地球玩，到时候我是不是也能这么说？听我说，赫利亚可厉害了，她每天都要爬100层楼再睡觉，换成我肯定坚持不下来。如果像地球那样不需要末日之盲，我们也能在整颗行星上参观旅游，那该多好啊。上次那个空中跑酷的视频，
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出发了。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嗨，你是研究数据之海的学生吗？今天陈雪学姐没和你在一起？嗨，你是研究数据之海的学生吗？再见，刚好我对你们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，有空欢迎来找我聊天啊。我曾闯荡许多世界，有只兔我书陪在身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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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只是一个学生，可没有其他人那样的力量。我只是一个学生，希纳迪亚，他学东西的速度可快了，我觉得尤云老师一定会很喜欢他。
这周的大作业是不是还没有交？团队建设可是很重要的工作，所以今天吃火锅还是烤肉？我只是一个学生，可没有其他人那样的力量。我只是一个学生，可没有其他人那样的力量。明明自己还是学生，玩个游戏却像打卡上班一样。哎，这年头的生活节奏啊。如果宇宙有灵魂，音乐或许就是它的语言。出发了，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你好，欢迎光临668百货商店。你好，欢迎光临668百货商店。你好，欢迎光临668百货商店。期待您再次惠顾。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出发了，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赫利亚抵达目标位置，出发吧！嘿，呀，哈，呀，空中接力，看招！哈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走你！头伸过来，吧嗒，
吧。时机正好，蓄能完毕，逃不掉了。不逃，真的无私耶。呀呵，来吧。别我来搞定，锁定目标，别走神了，你在那别动，吧嗒吧，空中接力，开张，呀，哒，走你，时机正好，打靶时间，逃不掉了，我不逃，真的，无私，耶。去把他们轻轻敲醒。哎呦呦！呀呵！接下来要逛街吗？还是去补觉？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256 2825 2829 312825 2827轻浮的风也是知觉的一部分。有事就快说。那就别进店里来啊，真烦。山巅一寺一壶酒。后面是什么来着？有时候也想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，可惜第二天要交作业。
逛逛街吧。好像只有我总是被路边的猫咪碰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有时候也想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，可惜第二天要交作业。嘿，轻浮的风也是知觉的一部分。好像只有我总是被路边的猫咪碰瓷。欧夏市已经连续5年保持犯罪发案数量低于50件了。作为保卫者，我的存在大概只是为了证明安全部门确实存在吧。欧夏市已经连续5年保持犯罪。欧夏市已经连续5年保持看吧，我就知道。那么再见吧，祝你的人生不会产生我这样的困扰。这周的大作业是不是还没有交？要去哪里呢？有时候也想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，可惜第二天要交作业。打造树海一体的闭环，以此为把手。不对不对，是抓手不是把手。哎呀，又不是飞空摩托，要抓手干什么？抱歉，刚刚没有注意到你。抱歉，刚刚没有注意。抱歉，刚刚没有。好的。啊，忙里偷闲。忙里偷闲。有时候也想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，可惜第二天要交作业。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，世界泡或许也只是一个盆景。有时候也想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，可惜第二天要交作业。
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，世界泡或许也只是一个盆景。好像只有我总是被路边的猫咪碰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发明，可惜这里纸太……十分感谢你的驻足倾听，希望刚才的演奏能带给你好心情。哇，忙里偷闲，忙里偷闲，有时候也想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，可惜第二天要交作业。好像只有我总是被路边的猫咪碰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，是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发明，可惜这里纸太小，记不下。落星是太阳系倒数第二大的行星，不过这可不意味着我们的技术比地球差。明明自己还是学生，玩个游戏却像打卡上班一样，哎，这年头的生活节奏啊。我曾闯荡许多世界，有只兔伯叔陪在身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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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看来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忙，背两个单词，多学学地球的语言吧。嗯，很羡慕数据研究所给学生们的待遇，写论文可没有周末休息的说法。明明自己还是学生，玩个游戏却像打卡上班一样。我只是一个学生，若颠木之有由孽，天启永我命，与自心意。唉，学历史好枯燥。落星是太阳系倒数第二大的行星，不过这可不意味着我们的技术比地球差。